有超多的美味料理的精英饭店吧。啊，好像有客人了。哦，这里就是新开张的饭店吗？对，这里就是精英的饭店，有很多美味的料理哟。那么就让我来尝一尝看吧。哇，真的很美味呀，明天带我的朋友一起来哟。谢谢光临，客人们走。啊，又有客人来了，欢迎光临。店里面飘着非常香的味道，请给我好吃的料理吧。好，知道了，请你等一下哟。来给您上菜喽。那么让我来尝一下吧。喵喵喵喵，哇，真的好美味，我得带我的家人还有朋友们一起来尝。材料这么快就都用完了，没办法啦，看来我得去超市买啦。哦，什么？金妮的饭店生意好像非常的红，好吗？这样的话，我也要开一家店，赚很多很多的钱才可以哦。阿布拉卡塔布拉，耶！非常完美的一家饭店哦。阿布拉卡塔布拉。美味的料理啊！什么？乌尼竟然在我的店旁边开了新的店呢！乌尼，吓我一跳！怎么能在金鱼的店旁边开同样的饭店？这有什么问题呢？料理做得更好吃不就行了？当然不行，是我先在这里开店的呀！我的料理更好吃哟！咦，太过分了！厨房掏账出来吧！呀，哇！我的厨房比你的。既然用魔法换了一个厨房，让一下。哼，乌尼，我们来一场料理对决吧。哼，你是绝对不可能赢过我的。看起来很好吃，去哪里吃好呢？吉尼的厨房好像要更大一些，所以料理应该会更好吃吧。好吧，那么我们去吉尼那里吧。哇，欢迎光临，请问要点什么呢？要吃这个还是这个？这个？哎呦呦呦，客人们，看来你们没有听到那个传闻呐、啊，那个吉尼饭店里面的食物用的都是不新鲜的材料哦。什么？这是我刚才去买的食材，客人们不要听他的，乌尼这是骗你们呢。听你这么说，好像是有点不新鲜，吉尼对不起了，我们下次再来吧。哎呦呦呦呦，客人们欢迎光临，我的店里有很多超级美味的料理哟。等一下，客人，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，哈，那位乌尼厨师刚才没有洗手就做了这些料理呢，对吧？你居然没有洗手就做了料理，怎么可以？我们还是去吉尼那边吧。没办法了，就用我们祖传三代流传下来的秘方重新做一下看看了。啊，不然看看不然呀，绝对没有人能忍住这么香的味道的。哇，那么我们就来尝一尝看吧。啊，好，那么现在就在这里加进去。咦，好香的味道。那里传来超级超级香的美食的香味哟！啊，就是呀，我们还是去那边看看吧。味道真的真的好香啊、哦！这么香的味道，一定很好吃的。啊，咦，乌尼真是的，没办法，打五折喽！现在开始，金鳞饭店里的食物全部都打五折了呀！欢迎大家光临，打五折，打五折喽，打五折了呀！哦，金尼饭店现在在打五折优惠了哟。什么？打五折了？我们还是去金尼那边吃吧。咦，走吧，这样的话拿剩下的钱买冰淇淋哦。欢迎客人，你们不能就这么走了呀，回来呀客人。怎么可以这样呢？没办法了，看我的哟。来，现在在乌鱼的饭店里，所有的食物买一送一哟，客人们欢迎大家多多光临哦。
什么竟然还不过来？没办法了，现在开始免费，全都免费了，客人们！哦，免费喽！客人买的料理怎么可能免费买呢？我输了，输了！啊，好好吃哟！全都卖出去了，全都卖光了！乌尼，干嘛？我想学你的秘方。哎呦呦呦，这怎么可以啊？哎呦，求求你了，教教我吧！你知道这是多么重要的秘方吗？是我们祖传三代的秘方食谱。知道了，你的料理真的非常香，非常美味，可以了吧？求你了。那么，先在我这儿打杂吧。什么？打杂？要从最底层的工作开始哟，到底学不学？好吧，那么先做什么呢？首先洗碗吧。